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喵。今天小喵买了一个大份的史莱姆，是一个起泡胶，而且还是一个星空瓶哟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新款到底好不好玩？这么大一盒，应该是当时没有看到所谓的星空一样，是一款蓝色的。看看手感，手感有点脆，猫生性还是挺好的，很手，手感很软，很软。这个声音还是很燥耳的，我们看看起泡效果里面。哇，这个手感很不错哎。哇，是不是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？这个是小喵花了4块钱买的工厂衣，所以说虽然说颜值并没有很高，但是呢，工厂衣有时候还是有得寸添的，手感和起泡的效果都比较好。大家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更多好玩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哦。